财务机构或有限公司。那现在是少高的一个编舞选手，这套节目将有6个固定动作。一气呵成，对，编舞就是需要这种成熟的样子，所以你会看编舞选手会特别明显，场上你会觉得非常成熟，然后场下哎，原来小朋友一枚。嗯，编舞你们不出声是因为看不懂是吗？好吧，因为编舞比赛选手也是少一点，所以能解说的机会也不多，然后我会尽可能的，因为已经比完了，下次了，尽可能的再多说一点，然后让大家可以知道在看什么，怎么去看，怎么去欣赏编舞。你看，这个是一个肢体的上体的变化，然后难度的滑出，这种也是，这个是啊，这是他们的连续捻转步。像连续捻转步就分 A、B、C 组，像手这样打开和上去都是一个提及的条件。这个组别少高是
女伴08年的，男伴09年的。然后刚刚那个少忠是女伴11年的，男伴09年的。这种看在旋转中最后把女伴拖起来的，这样就是一个梯级条件，也是一样要配4级，最高可以达到4级。那这个编排结局部呢，就是确认就好了。这个是他们的 Curious Landing， 一个编排滑动部，这种也是不定级，只是给一个确认，然后由裁判进行加减分。